你喜欢男生会弹琴吗？我喜欢男生会弹琴。还想不想弹一个？还想弹啥？你会吗？会弹奏吗？不会啊。我曾经憧憬了很久，会有一个男生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弹钢琴，居然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。他弹钢琴的样子和他平常会有一些不同，很安静，然后有一些腼腆。他边弹边会抬头看我一眼，很可爱。